我觉得帮助很大吧，因为能参加这么多大赛，对你自身的一个历练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吧。因为包括全英啊，包括苏杯，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观众，而且这种气氛都是很难很少能感受到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在这上面去展现自己，或者说在这舞台上能发挥出自己的这种水平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。